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刮今年第七张的2000块钱的刮刮乐，2000万超级红包，里面有三个头奖2000万元，还有7个200万元的宾士车跟400个100万元哦。然后呢，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张的2000块钱的刮刮乐了，除非有其他的时候突然有什么灵感，还是梦到什么啦，不然应该不会再买2000块钱的了。哦，今年刮2000块也刮了七张，花了1万多块呢。中奖率，还好啦。那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张，所以挑的号码就是尾数挑001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。一样，它的游戏说明在后面哦。你要刮的人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说明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。这一次呢，决定从游戏一开始刮好了。游戏它的说明呢，就是说任何一个您的号码，如果对中幸运号码，即可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。来看看游戏。现在看幸运号码，宾士车，宾士车，最后一张一号的应该是个宾士车吧？宾士车，幸运号码在这边。哦，08跟几号嘞？08跟09。来，看看您的号码吧，08、09、04，零是最后一张，至少来一个。希望给我至少那个回本，那个宾士车吧。啊，0809，有没有宾士车？宾士车符号，我看人家的新闻都有宾士车符号的啊。哦，08，200元。至少这张不会杠估了啊，对不对？01，5000元。没有，这是零八哦，08跟09才有。哦，有一个09，200元。08、09，目前累积了400元。哦，有一个08呢。好的，开始哦，600元了。600元，600元了。08、09，再，哦，有个200元，800、800了耶。08、09。1、2、3、4，800元了，没错。06，所以目前游戏累积了800元。OK，好，来看游戏二。游戏二的话，它的说明是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即可以得到该对应的奖金哦。好，来看看游戏二哦。游戏二，哦，数字这么大，200。为什么看到大数字，反而觉得没机会嘞？哈，刮久了感觉哦，1000呢，至少来个1000吧，1000，还没1000，1000，1000有没有？哇，三个相同这么难啊？这一区感觉中奖率不高。200、200，1000，1000，哎，好，没关系。来看游戏三，刮出一个金额，即得该奖金。目前累计的金额是800元呢。哦，200，有1000了，1000了。这张目前为止累计1000元。好，来看游戏室。游戏室的游戏规则嘞，还是说？任何一个零号码，如果对中了幸运号码，即可得到该对应的金额哦。好，来看看游戏室吧。游戏室，现在刮幸运号码好了。幸运号码，17跟20，17跟20哦，17跟20，来看看你的号码有没有17跟20，17跟20，还是来宾士车符号没有？19、16，有没有17跟20？有没有17跟20？17跟20，哎，有个20，200。好，哦，这里还有个20，也是200，所以1400啊。目前累计是1400啊。照经验来讲，这一张至少有2000了，至少会回本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超过2000，如果有5000就好了。好，这样至少有2000了，应该是2000以上。
对不对？八百现在1200了。OK， 再来看游戏屋。游戏屋的玩法咧，刮出任何两个相同的金额，即可得该奖金。1200喽，看看累积，可以再往上累积的，两个相同的金额，就得到该奖金。两个相同的就有奖金了。拜托，还是个宾士车有没有？200，200，哦，1400了。200，没错，所以现在是1400了。好，来看游戏六。游戏六的话咧，它的说明诶，就是说您的红包如果大于对手的红包，就可以得到后面的奖金哦。先来看看您的红包，第一局42，对手是多少嘞？43呢、啊？其实可以先从后面来看，看猜的准不准。原则上，我觉得第二局应该会赢啦、照这个刮刮乐，第二局跟第五局应该会赢。好，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嘞？46，44，果然没错，中了200元，累计奖金1600，这一局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。哎，果然。再来看第三局，这个应该也是没什么机会。5147，果然，好，这局我猜也会赢。来看第五局，38，38可能不一定哦。38跟37，果然赢了。所以目前累计是1800吧，应该是1800了。所以这一张应该是回本了、没关系，继续刮下去，把它刮完。来看游戏七。游戏七，刮出一个金额，记得该奖金。游戏七，零，是0元呢。游戏七是0元，好，那先来看游戏八吧。游戏八呢，应该有200吧，我猜这样加起来应该是2000。刮那么多张的，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啦。游戏八就是刮出一个金额，记得该奖金。0元，所以这样走1800，还是刚好算错嘞。来检查一下，应该是2000吧。来检查一下咯，应该会有2000元才对啊。8 9 1 2 3 4，所以这是800元，800这里没有嘛，所以1000，然后1200，1400，1600，没错没错，1800，然后2000，所以这张中了2000元，没错。好，来找一下英文代码确认一下好了。这里有个 T， 然后这里还有个 T， 然后这里应该这里有个 H， 所以这样就中了2000元，没错。这样等于是花2000中2000，免费玩了一次刮刮乐，还算不错咯。那就谢谢大家陪我来刮刮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